乡里的，可以呀、啊！你们真是大模大样的就混进我们酒中来了啊！废话就不用多说了，你叫张辉是吧？嗯，陈诗韵的丑照是你上传的？正是在下。哎，你们不是说有他更黑更丑的照片吗？我先说好啊，比我之前发的那些好看的我不要，我就需要更黑更丑更难看的陈诗韵。照片多的是，行，放心。哎，如果有陈诗韵和林萧然在一块儿的照片就更好了，他俩最近在微博上可火了，加钱。哥们儿，我先确认一件事情啊，你叫张辉是吧？张辉。我还没自我介绍呢。嗯，我姓林，林萧然。哎哎，走！差不多可以了。哎呦，我你呢？压根就没说到点儿上。现在6点钟，我劝你啊，7点钟之前把你发过的所有照片都给我删掉。现在念你是年纪轻，不跟你计较。你要是再有第二次，我就告你侵犯别人肖像权，知道了吗？行，我回去就删，我删得干干净净的，行了吧？真挺啊！看见这个了吗？这个是从你承认上传照片到刚才承诺删除照片的所有录音。你要是不删，吃不了兜着走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行了，他也不敢，咱走吧。这就走了？事儿都办完了还不走啊？哥，再见啊。